对吧？有特色的美食，对吧？还有欣赏的大舞台，对吧？啊，这位朋友其实挺害羞的，也许他是单身啊，有靓女的朋友可以报名，约一下，约会一下啊。啊，这位朋友。 眼睛锐亮的看，最美好的阳光，最无私的表达。我的心里只有你陪我看，你要相信我的心里并不假。